不是有联检吗？联检还有吗？有，还有啊。能够异地联检吗？难，能不难？难，还交费吗？交多少钱？啊？政府收多少钱？你回答的真聪明。你也不说交这个费收的合理不合理，你光说是要我交多少就交多少。我是守法公民。对，但是你们能说说这个？各省的费用是不是不一样，还是说差不多？你们都走南闯北的，一样吗？还是差不多？我们就是起薪的，一般都就在起薪点上。费用多少？大概多少钱？年检多少钱？超过了。车型不一样，收费不一样。车型不一样，那车型还是有那个收费的人来。你超过去了。还有这个收费标准。超过去。你们觉得收费合理不合理？合理。你当然不敢说不合理。我就想问你，在目前困难的时候，你们也知道现在运输是不是比较困难？对，油价高，油价也高。对，油价高。另外呢，因为疫情，通关也难一些。路上还这个，路上现在郑州也好，还是基本上都能通了。能通了吗？耽搁一点时间。但时间要耽搁，时间要耽搁，比前一段要好一些，好多了，好多了。主要现在就是油价的问题，油价太高了，这个问题太高，运输成本高。油价你们主要还是柴油啊？对，柴油。柴油加了一块多钱，八块。原来去年七块多了，去年七块，加了一块多，对，加一块给你们成本价格。现在没加，要涨谁呢？运费呢？就自己，就得自己消化。对，现在市场就是价值点消化嘛，这个问题就是。油价涨了，价值消化。那你们的这个车子，是贷款的多吗？对，都是贷款。我们也是贷款的，6000多。贷款还的？对。还款呢？现在还款利息呢？利息，我们现在是还10000多，反正像一年还10000多，一个月还10000多。对。对你们觉得压力呢？那肯定很大。你说利息是多少？利息是，就像是我的嘛，其他的我也不问。我的是那个公司里面他们自己免贴息的，我那个是。但是也有我的朋友他们也是贷款的。这个、你是用了别人车？用自己的车。对。你说你贷多少？三十万。30万。一般都带30万，一般都要带。就大卡车，大卡车都是30万，30来万，你一个月要还10000多的。疫情期间有没有松动一下？不可能的，不可能的。到期后你必须要还上。到时候你必须要还。我们认真研究一下，好吧？对。柴油价格在涨，对吧？对。然后呢，疫情之间呢，确实还碰到一些困难，对吧？交通。还有这个商，就是像我们拉的那个便宜上这些，像出去车回不来，这个耽搁时间你们贷款都一般从哪些银行贷的？一般都是买车的时候，厂家之类的。厂家之类的，直接贷的。厂家之类的。你们不对银行，你们对厂家。对厂家。那就是你交费是给厂家交了。我们就还款是给厂家还的。也是给银行还，您是通过厂家，对，通过厂家，厂家他直接的，不直接给银行，对，通过厂家，对，厂家都是什么厂家？我们那个厂家，我们是您买哪个品牌的车，他那个品牌的车，他整个品牌。像我开这个是东风流系嘛，我那个是欧嘛，他就是东风品牌，我这个是东风公司，对，东风公司贷款，对，他不通过中介的吧，直接给你的，对，我就是这个车的车主。那你们大卡车基本上都是我们都东风的多，解放，还有呢，欧曼，我这是通点欧曼嘛，欧曼的，欧曼，对。那东风、解放都是央企的，对。那大卡车是大企业的多是吧？对，央企的多，我们都要买品牌的嘛。哎，你今天给了一个很好的，这个给我们一个信息，回去我们认真研究啊，让我们的国有企业帮你们渡一把难关，看能把这个费用和银行一起给你们先暂缓一下，缓一下，给我们一个喘息的机会。不减缓行吗？对，不减，缓一下就行。缓可以吗？可以，缓一下，缓3个月到半年。行，可以。可以啊，你们说缓没缓？可以。还有那个年检费，你们觉得有没有要调整的必要？年检到期，主要就是多少钱？你说多少钱？
1000多。一年1000多。对，见一次要1000多。就这一个人见吗？还有别的飞吗？嗯。啊？别的飞就没有。别的没有，就这一次。啊。1000多，你觉得偏高了？还有现在一个就是地图，我们这个冷柜车不是它。文件是给冷链车，冷链给冷链检查的比较多，给检查都是应该了，这个我们也应该配合。他不是文件给我们4米2的高速，现在部分路线只给我们4米，现在我们一下子也改不了这个事情，也给我们造成了一个。但是高速公路管理局对，高速公路管理局给你对，现在他只给我们4米，以前文件上不是给你，那你过不去怎么办？交费的，你怎么办？那实际是过得去的，不交费就过不去。他那个文件上就卡住了。但实际是交过得去了。实际是取决于文件，文件是没有。我知道，实际这个路并没有障碍，是过得去的。高速路口嘛，不需要为你提供什么物质上面解决一个障碍，不需要，只要交钱就过去了。嗯，但是你现在他就给我们一个这个，就是要我们这个超高了，要我们付费。现在就是现在出现路上，但原来的文件呢，原来不超标，原来现在新的文件，什么时候文件？这两天差不多过了2个月吧，3个月左右吧，就是两三个月。对，今天我们超载一个月。